今年八月份，我们小组的几个弟兄姊妹都陆续调去浇灌新人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继续做徒。不久后，我得知一个姊妹做了浇灌组长，我心里一惊。姊妹才去浇灌新人没多久，这么快就被提拔为组长了，看来还是浇灌新人被提拔的几率大呀。想到这儿，我心里有些难受。 我的素质也不比姊妹差，如果我也去教惯新人，是不是也能有机会被提拔呢？我现在每天就做做图，这个本分太不起眼了，出不了名也露不了脸，做得再好也没有什么前途啊。我越想啊，心里越感到失落难受，尽本分也没劲儿了。就这样，我每天按部就班。 应付糊弄的做着图，也不花心思琢磨提高业务，做的图质量也越来越差。哎呀，这一受名誉地位辖制，就进不好本分了。嗯，是啊。是啊一天，我看到一段神的话。嗯嗯。人每天该去哪儿？每天要做什么？碰到什么人、什么事？要说哪些话？ 要发生哪些事，是人能预料得到的吗？可以说，人不但不能预知这一切的发生，更不能控制事情如何发展。这些不能预料得到的事，在人的生活中屡见不鲜，频频发生。这些生活琐事的发生与发展方式或规律，在不断地提示着人类。 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，它发展的过程与它的必然性，都不以人的意愿而转移。每件事情的发生都为人类传递着造物主对人类的告诫，也传递着人类并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这一信息。同时，也回击着人类妄想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 这一野心与欲望，嗯，阿门<们>，阿门<们>。看完神的话呀，我明白了，人每天去哪儿，能尽什么本分，都不是根据个人的意愿和选择，都是神早已预定安排好的。不管尽什么本分，都是根据神家工作的需要，根据每个人的特长素质合理安排的。我该做的。 就是认识神的主宰，顺服教会的安排，脚踏实地的尽好自己的本分。是。啊、后来我又看到神交通挪亚对待神托付的一段话。挪亚的故事里，最惊人的、最让人佩服的、最值得人效法的，是挪亚一百二十年的坚守。 一百二十年的顺服与忠心，你看看神有没有选错人？没有，神是查看人心肺腑的神，在茫茫人海中，神选中了挪亚，呼召了挪亚，神没有选错，而挪亚也不负神所望，顺利的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事情，这叫见证，这是神所要的。 这就是见证。而在你们身上，有没有一点儿这样的影子、这样的味道呢？没有，可见你们没有这样的见证。阿门。阿门。看完神的话，我心里特别受触动。挪亚接受神托付后，能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始终如一的坚守着神给他的托付。 用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造方舟。挪亚对神的忠心与顺服，让神的心得到了安慰。是是，是我在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：挪亚能顺服神，守住神给他的托付一百二十年不变。我对待神家给我安排的本分，又能守住多久呢？我看到别人被提拔了，心里就蠢蠢欲动，觉得。 神家给我安排的本分不好，不能被提拔，也不能出头露脸，就想换个本分。虽然我表面上也在照常尽着本分，但心里没劲儿了，尽本分开始应付糊弄，也不下功夫琢磨怎么能达到好的果效，对神没有一点真心顺服。我这样尽本分，就是在糊弄神、欺骗神，实在太伤神的心了。嗯。 看了神的话，我也挺蒙羞的。我进门法也常常应付糊弄，不负责任。想想挪亚没有听过多少神的话，能坚守托付一百二十年不变。是，我们现在听了这么多神的话，对待托付却是这样的态度。哎呀，真是太卑劣了。是。当时啊，我心里很受责备，就向神祷告，愿意效仿挪亚。 只要做图一天，就尽上自己的全力，尽好本分来满足神。嗯、阿门阿门。在做图的时候啊，我开始实际的付代价，找资料学习业务，钻研技术，琢磨制作出来的图怎么能达到见证神的果效。同时，我也和懂业务的弟兄姊妹学习，多向他们寻求，提高业务水平。一段时间后。 我尽本分也达到了一些好的果效，心里感觉挺踏实的。感谢神，感谢谁？后来我的工作不忙了，大领就跟我说：“现在咱们的工作量不多，可以在传福音上多花些时间，把更多的人带到神面前，这是巨大的善行。”是的。我心想，既然工作量不多，那看来做徒也没什么前途啊。 很难有被提拔出头露脸的机会了。传福音才是人家的关键工作。我如果在传福音上多下功夫，肯定被提拔的机会大。要不然，我主动向大领提出全时间传福音呢。但又想到，如果我主动提出来，这不是明显着要把作图工作丢到一边，不顺服神家的安排吗？是啊，是。 这话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，可要是不说，我就这样一直守在这里作图，什么时候才能有出头露脸的机会呢？我的心又开始安静不下来了。虽然手上做着图，但满脑子琢磨的都是尽哪个本分能让我出头露脸，心里特别纠结痛苦。后来我跟一个姐妹聊天时，她告诉我。 他现在开始负责浇灌工作了。哎呀，姊妹的话又一下子扎到了我的心上。想到，姊妹前几个月才被提拔负责福音工作，现在又负责浇灌工作，这两项工作都是比较关键的工作。我和他年龄差不多，素质也不比他差，为什么他们总能做出头露脸的工作，我只能在背后做做图。 做这个不起眼的工作呢？想想身边认识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做带领了，那个做组长了，他们都得到了提拔。可我呢，做徒都两年了，也一直没有被提拔。我真的不想再守着这个本分了。我越想，心里越觉得委屈，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，心里特别痛苦。 再也顺服不下来了。想着得找个机会跟大林说说，我也要换一个比较关键的本分。当时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多次向神祷告，说要老老实实的守住神给我的托付。可为什么一听到别人被提拔，我心里就蠢蠢欲动，想撂下托付，换一个能出头露脸的本分呢？这到底？ 是受什么本性支配的呢？寻求中，我看到神的话说，有很多人不明白真理，也不追求真理。他们把尽本分当成什么？当成是一种工作、一种爱好、一种兴趣的投入。不把它当成神交给的任务、使命。 与自己该尽的责任，更不追求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明白真理、明白神的心意，达到尽好本分、完成神的托付。他不在真理上下功夫，不在尽本分上实行真理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今天想做这个，明天想做那个，看谁的本分都比自己的好，都比自己的轻省。 他就不在真理上下功夫，不琢磨自己的这些想法是什么问题，也不寻求真理解决问题。心里总注重自己的梦想什么时候实现，谁出头露面了，谁得上面赏识了，谁做工作不用挨对付就提升了，心里装的全是这些事。你们说？ 总琢磨这些事的人，能不能达到忠心的尽本分，永远达不到。那这种尽本分的人属于哪类人？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？首先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这类人不追求真理，他就追求在神家能享点福，能出名，能露脸，像在社会上混一样。 这类人论实质属于哪类人？这就是不信派。不信派在神家尽本分，就跟在世上做工作一样，他就看中谁被提拔了，谁当组长了，谁当教会带领了，谁做工作大家都赏识，被高举被提名了，他就看中这些。就像一个公司里，谁升职了。 谁加薪了，谁得领导赏识了，谁跟领导混得熟了，人就看中这些事。如果在神家，人也追求这些，也整天看中这些，这是不是跟外邦人一样？实质上就是个外邦人，这就是典型的不信派。不管他尽什么本分，都是在效力，都是在应付糊弄。 怎么听到也不接受真理，更不实行真理。信神多年没有一点变化，不管近几年本分也不能尽上自己的忠心。他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，没有忠心，就是个不信派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面对神话语的审判揭示，我感到扎心难受。 神说，他不在真理上下功夫，不在尽本分上实行真理，这山望着那山高。他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，没有忠心，就是个不信派。这正是我的实际情形。我对待本分的态度，就跟外邦人搞事业一样。外邦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欲望，把工作当成获得自己利益、追求名誉地位的跳板。 有些人为了能往上爬，能出头露脸，获得更高的地位，绞尽脑汁，想尽各种办法。是、啊。而在神家尽本分，是接受造物主的托付，尽一个塑造之物该尽的本分。这不是给自己做事，更不是为了得到名誉地位，让人高看崇拜，而是为了完成神的托付，这是一份责任和义务。是、啊。 其实我也知道，作图工作很重要，虽然是幕后工作，但也是扩展福音工作中必须有的一项工作。能制作出更多更好的图片来见证神，引导人寻求考察真道，这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。阿门<们>。是可我受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些撒旦毒素的支配，一心只想着。 尽什么本分能被提拔，能出头露脸，被人高看。根本没想着怎么尽好自己的本分。我这不是跟外邦人的观点一样吗？是啊，咱们信神不根据神的话，还凭撒旦哲学活着，这就跟不信派一样，没法脱离撒旦的败坏苦害呀。嗯，是啊。后来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，对追求名誉地位的危害后果。 有了些认识，咱们一起看一下。好。全能神说：“神喜欢追求真理的人，神最厌憎人追求名利地位。如果你对名誉地位特别的保爱、恋恋不舍、难以放弃。” 总觉得没有名誉地位，人活着就没什么乐趣，没什么盼头。这辈子就得为名誉地位活着，心里才有盼头。哪怕是小有名气，也要继续奋斗，绝不能放弃。你如果有这种思想观点，心里充满这些东西。 那你就不会喜爱真理、追求真理了。你信神就没有正确的方向与目标，就不会追求认识自己、脱去败坏、活出人样了。在尽本分的事上也会睁一眼闭一眼，丝毫不负责任，就满足于不作恶、不搅扰、不被清除就行了。 那这样的人还能达到合格的尽本分吗？还能达到蒙神拯救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总之，不管你的追求方向、目标是什么，如果对追求名誉地位这事没有反省，很难放下，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进入。 只要地位在你心里占据一定的位置，就完全能够控制、影响到你的人生方向、你的追求目标，那你就很难进入真理实际，更谈不上达到性情变化了。最终能否得着神的称许，当然也就另当别论了。另外。 你对地位的追求，如果始终不能放弃的话，就会影响你达到合格的尽本分，这样你就很难成为合格的受造之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人追求地位，这是神最厌憎的事，因为追求地位这是撒旦性情，是错误道路。 是因撒旦的败坏产生的，是被神定罪的东西，正是神要审判洁净的东西。神最厌憎人追求地位，你还应着景象去争夺地位，总要保爱他，维护他，总要据为己有。这是不是带点与神对抗的性质啊？ 神没有命定给人地位，神供应给人真理、道路、生命，最终是让人成为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，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，而不是一个有地位、有名望、让万人敬仰的人。所以，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，追求地位，这都是一条死路。 无论你有怎样合理的理由去追求地位，这条路仍然是错误的，不是神称许的。无论你下怎样的功夫，付多大代价，你要地位，神是不会给你的。神不给你，你就争不来。你若硬要争，那结果只有一个。 就是被显明淘汰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明白了吧？阿门阿门。神句句审判的话语，都是对我的警告。我意识到，如果我还继续追求名誉地位，一直不悔改，最终只能被神厌弃淘汰。是。我又想到神多次说过。 作为受造之物，应该顺服接受造物主的摆布安排，这是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。是啊，可我总觉得做头工作不好，不能让我出头露脸，就不想顺服神的主宰安排。对本分就开始应付糊弄，不用心不过脑，用这种混的态度来糊弄神、欺骗人、跟神赌气较劲儿。我还在心里盘算着。 让带领给我调换本分，将以这种方式来拒绝神的主宰。我真是太狂妄自大，名誉地位心太重了，丝毫没有敬畏神的心。以前我还认为，我总想被提拔做一些重要的工作，这很正常，是积极进取的表现。现在我才意识到，这是野心、欲望，是撒旦性情。 如果这些败坏性情不解决，我根本没法尽好本分，只能身不由己的被逆神、抵挡神。嗯，是啊。积极进取与野心欲望不一样啊。嗯，积极进取是体贴神的心意，愿意担重担，不管有没有地位，都能顺服神的主宰安排，尽好自己的本分。嗯，嗯啊、野心欲望就不一样了，这里面对神没有顺服，不是为神家工作着想。 只为自己出头露脸，得到人的高看崇拜呀！嗯，这么一交通啊，我心里凉堂一些了。嗯嗯，认识到这儿，我在心里向神祷告：，我不能再应着镜像追求名誉地位了，我得向神悔改。嗯，是。后来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：，嗯、如果你觉得自己适合做带领， 具备了做带领的才干、素质、人性，但神家没有提拔你，弟兄姊妹也没有选举你，那你该怎么对待？这也有可实行的路。你就得好好认识自己，看看自己到底是人性方面有问题，还是自己存在哪方面败坏性情让人厌憎，是自己不具备真理实际。 人家不服气，还是自己所尽的本分不合格，这几方面你都得醒察，看看自己到底差在哪里。在神家，凡是追求真理的人都是大有前途的，真心爱神的人前途无限量。人都应该明白神的心意。虽然人有这个负担，这是正面事物。 是有良心、有理智的人该具备的，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担重担，这差在哪儿呢？不在乎你有什么特长、有什么本事，也不在乎你的智商有多高，关键在乎你的追求、你所走的道路。如果你的人性合格了，也具备一定的素质。 但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人，只是人性好，有点负担。你能做好教会带领的工作吗？你保证能用真理解决问题吗？你如果保证不了，那你还是不胜任工作。即使把你选为带领，或者安排你做带领，你还是做不了工作，那有什么用呢？虽然满足了你的虚荣心。 但坑害了弟兄姊妹，还耽误了教会工作。阿门，阿门<们>，阿门<们>。神的话说的很清楚：，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素质，但没被提拔，就应该好好省查，看看自己差在哪。这样对待被提拔的事儿，就能有些理性了。嗯，的确是这样啊。神家提拔培养人，主要是看人的人性如何，所走的道路对不对，是否追求真理。 不是光看有点头脑素质，是是。想想，虽然我信生多年，但没有一点真理实际，败坏性情也没有多少变化，名誉地位心还是那么重。如果一旦被提拔，有了头衔地位，我不仅做不了实际工作，而且很容易走上敌基督的道路，像那些假带领敌基督一样作恶。 大差交流神家工作，最终被选民淘汰。是。认识到这儿啊，我才意识到，虽然我没有被提拔，但是借着这样的环境，神是希望我能够反省自己所走的错误道路，看清自己的真实身量，能够顺服下来走追求真理的路。这是神对我的拯救，更是神对我的保守。感谢神，先生、啊。 我也明白了，我心神尽本分，得树立一个正确的追求目标。不管尽什么本分，能不能被提拔，里面是否风光，最关键是得走追求真理的道路。嗯，是。能在所尽的本分中实行出真理，达到顺服神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对、啊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之后，我把心重新投入到作图中，在作图时，我就会用心琢磨。 怎么能达到更好的果效？发现问题，及时总结偏差，想办法扭转。一段时间后，我感觉自己尽本分也有了些长进，这样尽本分，我心里感觉挺平安踏实的。感谢神，感谢神啊！我也不愿意再追求被提拔、出人头地了，只愿老老实实的顺服神的摆布安排，把自己的本分尽好。感谢神。